我儿子呢？他是自闭加中度智障。我要花很多时间、很多心血去教。妈叫什么名字？洪永红。最难受的呢，就是他会自己打自己。儿子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儿子，冷静点。过去，过来。将来我两腿一蹬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今晚又不回来吃饭？今晚上还不知道。回来吃饭记得打给我，要准备你饭菜。 你是不是要去搞女人？你神经病啊！问你是不是要去搞女人呢？我照顾光仔已经很累了，对着你更累。我把你的命，出去干什么？不是我抢走他的父亲，是你生了个白痴儿子，逼走自己的老公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走了，他以后都不会来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终于明白我儿子的世界了。放心，妈妈会陪你走下去。